有才哥，有才哥，你刚才的话说得真好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着你，帮你把电影拍完。严丽啊，哥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。我也是这样的人，我认定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到底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哎，严丽，哥知道啊。怎么了？婉玉姐。她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俩不是分手了吗？去哪儿了？雪妹打电话，三缺一，我打会儿妈去。妈，爸。月儿回来了，月儿。闺女，你咋回来了？这是我家呀，我不回这儿回哪儿啊？不是，你不是在省城排练了吗？咋跑回来了？你说咋跑回来了？那月儿回来了，肯定是想咱了。不过我有个建议，孩子，以后把这个心思啊都扑到事业上，不要老想家啊。你爸说的对，回去孩子，好，进屋吧，去。爸妈，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不想再省团唱了。哥好。你再说一遍，啊！人家光辉费这么大心思把你弄到省团，你说不唱就不唱，呀，这孩子咋真任性嘞？妈，我坐了一天的车了，我累了。站住！为啥回来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还让我说啥呀？今天不管有啥理由，都得回去。不会，为啥还会？啊？那这小雨不唱，他肯定有他的道理，知道不知道？那自己的闺女能不了解？玉儿啊，你都辛苦了啊！回，来，回，听我说啊。学学桃花，别一弄都吵，知道不知道？说吧，我觉得省团不适合我，我在那儿待着根本就轮不上我唱戏，都是论资排辈，等轮到我这儿我都该退休了。如果只是徒有虚名，那我宁愿不去。爹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大明星啊，到剧团这谁能一去就能唱上戏当上角儿啊？这不都是熬出来了吗？这妞看着怪气正，这缺心眼儿。你少点整。月儿，来，喝杯凉白开。那妈刚才说这话呀，话糙理不糙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简单给你总结一下，她是希望你啊，忍辱负重，我心长胆，放眼未来，就这意思。合适。我在那儿什么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，你们就别再逼我了。啥？我逼你？我啥时候逼过你啊？你说说我啥时候逼过你啊？让他爸说来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。安玉啊，常言说吧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那妈这意思希望你越来越好，可别误会啊。我这好心永远当做李兰飞。少说两句吧。玉儿，干啥了？这是？你这干啥去？我回县城。回城里？回城里可以，直接去剧团，可不敢管我。你要是敢管我，以后白进这个家。行，不进就不进。我们回来。婉玉，你去哪儿啊？
人家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婉玉，婉玉，你都准备好好跟闺女说话，老实吵吵啥呢？玉，秀才叔。没戏，叫你出下，这家里非不带兵不中。蔡有蔡，你咋又招惹俺家婉玉了？是不是你把她从省城给叫回来了？婶儿啊，我哪有那能耐啊？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你就是啊，花婶儿，你怎么能冤枉好人呢？刚才我跟有才哥在路上看到婉玉姐，就跟过来看看咋回事儿。你怎么能怪有才哥呢？那不管因为谁，蔡有才，以后你离俺家婉玉远点儿。秀才，归我。离远点就离远点呗，谁稀罕呢？谁稀罕？少跟着掺和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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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嗯，你要走了，就再也别来找我了。蔡有才，婉玉，婉玉，婉玉。婉玉，你咋回来了？啊！婉玉，我妈已经问我很多次了，你不要再问我了。剧团出什么事了？有才。啊！你知道寄人篱下是什么滋味吗？像我这样没有钱。又没有关系的人，很难在那里生存下去。婉玉，我懂你的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婉玉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不用了。你还是好好陪你女朋友吧，婉玉。叶丽不是我的女朋友，你才是我女朋友。死大头，两天他也不露面，他想弄啥了他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谁呀？我们有人。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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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真大劲儿啊？你大方了你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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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弄啥了？这么长时间不开门。这不是那大伯爷老板吗？你好，你来这儿有事儿？我找人。找谁呀？大头。
打透了。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，这不一天了，等他送饭都没来。真了？可不真了吗？你看，哦，他这个财大透财二昏，弄傻了他是想。你给我转告他，跑了和尚他也跑不了庙，敢不接我的电话，看我不朝他有玉。你，恁店里炒鱿鱼去吃过，可是有点腥啊。如果再加把韭菜，再搁点料酒，嗯，那个鲜味彻底都出来了。啊，中中中，啊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忙了，我先走了哈。你不再待会儿啊？金饼。中中中，好。你说啥？我给你烙个饼。啊，中中中中中，回来去恁那饭店吃饭啊，有空常来啊。谢谢任老师，你瞎话编真好。我这瞎话，谁编瞎话了？大头啊，你看你跟人家大白鹅气来，那快成气成大马蜂了都。哎呀，比大马蜂厉害多了。哎呀，咱俩这里光没有事儿吧？嘘嘘，能不能小声点儿？一会儿能瞒住我的眼，我一看，恁俩得有人。哎呀呀，中中中，你进屋歇脚儿吧。我跟你说。你要想让我不吭气儿，好办，晚上添几个好菜啊，摞两张鸡蛋灌饼，搁六个柴鸡蛋，弄一盆鸡蛋面汤送来，弄起送来，我这嘴啥都不说，再弄盘咸菜中中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女菜，吃饭吧啊！有菜啊，你说你拍电影，妈没拦住你是不是？可是现在你看这接二连三的出事，算了，别拍了，找个好工作，成个家。妈，你出去吧。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，思考思考人生。那中，你思考吧，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远，哪个更亮啊。这一下子又抡进去3000多，报销，差点没把自己给报销了。中了，别再说钱的事儿了，去看看儿子吧。啊，他不吃不喝，自己在那唱歌，不是神经了吧？别管他，让他好好想想，那咱家挣个钱儿，那是容易了。喂，谁呀？哦，马乡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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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娘！啊，马乡长，我不是喊恁娘了，我这腰啊，拍电影的时候扭伤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对，出了点小意外，没有伤人啊，啊，请放心啊，啊中，我一定亲自上阵落实。啊，我们随时欢迎领导，到我们村来视察啊！中中中中中中。哎呀，现在这网络这么点儿大的事儿，哎，领导都会知道。哼，我这算是上了贼船，下不来了。哼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这一回啊，多亏了三叔了，要不然四婶他们呀，还不定闹成啥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有才他敢再碰那个摄像机啊！哎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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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再打摄像机的主意了啊！上次你把他摄像机给藏起来了，他把柜子挖个大窟窿，你要再动动他的摄像机啊，他不把房顶给戳穿呢？哎呀，我上辈子造的啥孽呀？
万年儿，吃上了？哟，夫人呢？夫人来了。哎，还没吃饭吧？哎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喝两杯吧。不。嗯，有菜了。路上了，不吃不喝，说是要思考人生。饿了请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你慢点啊。慢点，主任。慢点。你小子管知道舒服啊？啊，这躺住就是比站住带劲。叔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是在这深刻反思了。你有啥反思了？啊？那我对你的处理，你还有啥不满意？我知道你想着我了。现在我想想都后怕呀。你说我要让大头再多弄点炸药，把你老爷炸上了天，哎，我这小命也别想活了。你说点别的吧，啊，你就不能想点那舒着好？哼，哎，这电影不拍了？不拍了，停两天，我去县城啊拍拍微电影。你拍不拍微电影我不管啊，这个大电影你不能停。马乡长打电话还亲自过问，说抽时间呢，还来咱这视察了。啥呀？这马乡长还来视察呀？就我们那水平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拍。爷，你说不拍就不拍了。我跟你说，有才啊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这电影不拍得拍。哎呀，老村改造设想。民俗摄影基地，有才，嗯，这是你写的？啊，闲着没事儿，写着玩的。民俗摄影基地，有才，这民俗摄影基地是啥意思？你给我说说。哦，那是我在县城影楼拍微电影，我看很多人呢都挤在那摄影棚里，拍那千篇一律的景片，太单调了。我在想啊。你说我们村自然风光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能来我们村拍呢？这样一来，旅游的人不就多了吗？哎，这有点意思啊！嘿，我说有才啊，来，跟那叔好好说说。叔啊，我琢磨着呀，咱们老村那村口那百年的老桥，啊，那皂角树、老井，多么好的自然景色！我们稍微把它装饰一下，弄点花，弄点草。你想想，那些摄影发烧友，那不乌泱乌泱的闻声而来呀、啊？是啊，是这个理儿。另外啊，我们老村那些老房子，其实很有味道的，就是破了点儿。如果我们把它整体装修一下，再加上我们新村的家庭宾馆条件这么成熟，有吃，有住。那谁不想来呀？我也就是瞎想啊。好。哎，给这面条做的正好啊！啊，我听说你绝食了，啊，你要不吃，那我都吃了。谁说我绝食了？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是装了。有菜的吗？哎，面条还有没有？给我来一碗啊！我今个不走了，这有菜啊，俺俩得好好喷喷。行。哎呀，你别眨眼，你眨会能滴进去了。哎，对，睁开。哎呀，哎，对，别紧张。哎，这边，这也滴一点啊。哎，你这眼呐好多了，知道吧？别很生气了，你是生气对眼睛不好。哎呀，你说我想这婉玉啊，好不容易进了省团了，这也有了郑州户口了，跟人家光辉也算是般配了。你说他真不听话呢。哎呀，我倒不担心光辉啊，花儿，我能看出来呀、啊，光辉这个孩儿啊，他是
真心喜欢咱家婉玉，你们看他看咱家婉玉那眼神儿。我跟你说，我给村里头的人都宣传过了，说他要去省里边。我他现在拍屁股回来了，你这老天爷，你这关键咱俩这脸儿搁村里头没法再露了。可不是啊，臭死我了。来，我跟你说，这有点热，你有点吧。热点好，你知道吧？这点亮眼药水在屋，你知道一会儿这东西一歇，那你那眼睛，我跟你说发光。哎，秀才，啊，这事儿啊，可不能再依着他了，想想办法。哎呀，关键是这扭着身子搁这坐时间长了，腿都是麻的，哎呀，一点智慧都没有了。哎，叫我好好想想啊。现在吧，咱俩的话，这闺女是听不进去，你知道吧？她有抵触情绪，哎，得找一个她能听进去的人来劝劝她，好好给她上上课。找谁呀？古人云：“机灵还需机灵人。”李光辉。爷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怎么回来了？你回来肯定有你回来的道理啊，你要是想告诉我，你自然会说的，不是吗？让你费了那么大的劲，全部白费了，你不埋怨我吗？怎么会呢？我李光辉学雷锋做好事儿，从来不求回报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逗我啊？阿姨啊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排好，你在剧团受委屈了？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才回来的。光辉，我什么苦都可以吃，可我真的不想一辈子在那里跑龙套，靠关系吃饭。没事啊，不就是花了点钱吗？回来就回来了啊。你知道吗？在那里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正式人员看，不给我分宿舍，也不给我分角色，连剧本都不给我看，还把我的声音拿去配给主角用，出了问题也都怪在我身上。这帮王八蛋，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？阿玉，别哭了啊！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爸妈。傻丫头，千万别这么想。阿玉啊，你完全可以不让自己这么累啊。嫁给我好吗？我们结婚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光辉，你应该了解我的。我了解，你不想靠别人不是吗？你可以不用靠我呀，我想办法给你找个工作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。我只想唱戏。你要真想唱戏，我也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把县剧团承包下来，你来当团长。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真的，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。你看现在县剧团效益一点都不好，他们早就盼着跟企业联姻了，这样咱们一年出个四五十万，这个剧团就是咱们说了算了。正好我这个剧团里人手也不够，到时候咱们组织一个演出队，现在好多企业都想做宣传，维持下去应该没有问题。光辉，
你这都是为了我吗？没有啊，我是为了那跳舞的大妈。怎么样？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？好。跟我一块练啊！那还舅舅嘞，那阿跟姨不能搁到一块儿，这不是？阿是阿，姨是姨，啊啊啊啊啊！姨姨姨姨姨，啊啊啊啊！姨姨姨姨，又再来了啊！哎，孩儿们，给腿压上，腿压上啊！哎，孩儿们，好好练，好好练啊！哎，腿压上，腿压上，哎，好好，又再，你都快压了。标准吗，任老师？哎呀，张的都是命型皮子。哎，我们培训班的人怎么一个都没来啊？咦，咱村年轻人呐，个个都是懒蛋，他早上起不来呀。跟着我磨练几天了，他可都累喘了。任老师，您别生气啊，您放心，我回头把他们都叫过来。他们是非专业演员，没法跟您这艺术家相提并论。俺这几十年的功底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都习惯了。哎，嗯，有才啊，燕儿还没睡好吧？你看那黑眼圈跟大熊猫一样嘞，想啥嘞？啊，任老师，我昨天看您新改的剧本，嗯，非常感动，我那眼泪啊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啊。这不正好有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吗？啥事啊？就是您新改的那个剧本啊，它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山洞。你看我们村儿，这没有山洞啊。这山洞的故事啊，嗯，我是听三爷说的，说那山洞啊很大，里边有老百姓存的粮，嗯，还有咱的伤病院，还有武工队长被俘的时候，都是在那山洞里发生的故事。哦，任老师，那要不这样，我们后山呢倒是有一个小山洞，可是那儿光线太暗了，也可能拍不成。你看，你是导演嘞。那你要想对付，没事儿，我可以改剧本啊。别，任老师，拍电影的事儿不能对付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想着你都会有点说。刘才，咋了这是？啊，你看你今天见我还慈眉呆笑嘞，有啥事说呗。任老师啊，有点私事儿。私事儿啊，说呗，你看看你看。就是您后边那场戏呀、啊。那女八路跟男民兵在山洞里边，您给加点戏呗。哦，那你想加成哪种戏啊？您懂的。哎，刘才啊，我看你啊真是个假济公。哎，你有啥事你都瞒过我的眼，你还给我打马虎眼。对对对，你跟婉玉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。谢谢啊，放心吧。谢谢任老师，放心吧啊，谢谢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跟任老师好好练啊，大家啊。好，我走了，你慢吧，你慢吧。哎，再压住腿，练都差，说不定将来咱这还能出马金风来，对不对？来，跟着我一块练起来啊，来，啊啊啊啊啊！放手，放手！哎呀，放手！你抱着我干哪？太田主。今天你要敢出出这个门儿，我就跟你离婚！离婚离婚！你天天嚷嚷离婚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啥？你是咋想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又跟那蔡有才拍电影了？你咋真不长记性了？你头上的伤好了吧？我是干活去，不是拍电影。不中，今天你哪儿也不能给我去。这拍电影，村长都支持了。你个老娘们儿，你懒啥了？村长支持咋了？啊？村长给你发工资，村长给你养老婆孩子。哎，你这话说了，那孩子是我的，又不是村长的。今天你就是说破了天，你也不能给我走。不走不走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。
喂，老牛，那活我去不了了，俺媳妇不让去。啥活？城里那个李总在老村买了个四合院，老牛把翻新的活承包了，木工这块让我去了。真来？不信你听啊。喂，老牛，这俺家麻杆的。哦，老村翻修的活，哎，中中中，好，我让他现在过去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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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，走吧，走吧，不去，咋了？怕离婚。你走吧，不去，去了说不清了。这货，你给我上进呢是不是？你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去，你动口不动手。赶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你是属驴的吧？你个鳖孙，你说谁了你？我驴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咋不打招呼自己挖上了？哎，想着你们家里都有事儿，就不麻烦了。有啥事啊？你的事就是俺的事。刘才哥，你来了多长时间了？挖这哪个洞？你还真准备挖个山洞啊？任老师的剧本啊，就这么写的。你不挖个山洞，怎么拍呀？是。一个人挖有点困难，可有啥办法呢？别说了，来，脱衣服干。多少了？俺俩干活，你该吃饭了。你管了？李大哥，啊，马哥在这吃饭。哎，你怎么就吃上了？我们俩还在干着活呢，你好意思吗？饿了，干不动了。吃货。大头啊，你说以后咱们剧组这演员越来越多了，能不能想个办法，把娥姐也拉进来？这样咱们的盒饭就有人管了。嗯，好办法。是不是咱拍戏没有饭吃了？大头，你跟大白鹅好好商量商量吧。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你怕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按成本给他钱。你既然给钱，恁去呗。让我去弄啥呀？嘿，继续干啊，继续干。快吃啊！哎，你们过来看啊！给我递瓶水啊，递瓶水。珊珊，你们来看啊！你们看，这块石头是不是有点意思啊？我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啊，看到他们在赌石。这样一块石头啊，价值好几百万呢。很吧。人家那是鱼料，咱这是啥破石头？你说我们村儿谁最爱贪小便宜啊？那还用说啊？恁爹呗。去，
除了我爸，还有谁最爱贪小便宜啊？刘总裁跟你爹有一拼。行，不干了，有人替咱挖了。喂，王经理啊，我是有才啊。什么事儿？啊，你明天能不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啊？哦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哟，门口站的那是谁呀？是我。你是谁呀？来吃饭了？别恶心我了，周末。我今个来找你有点事儿。哦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可能耐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去家里找你，你躲住我。你今天有脸来了？都是马哥叫我来，他让我躲着你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老躲着也不合适，还不如把事说清楚了。中啊，我倒要看看是啥事儿。有才哥说了，俺拍电影想拉你一块入伙，你看愿意不愿意？咋？看我漂亮，让我演个女八路？那个年代哪有真胖的女八路？你懂啥？我这叫胖吗？喝汤要喝胖，媳妇要娶胖。我这不叫胖，我这叫瘦的不明显，你知不知道？有才哥的意思是，想让你去俺剧组送盒饭来。哦。你放心。绝对不会影响咱饭店做生意。嗯，那个盒饭按成本价，你看中了吗？切，想得快美了！按成本价，我白跟恁服务了，我喝西北风。不是，有才哥说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老提前多不好意思。你都不能学个雷锋。哟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庙太小了，我没有那些个香火钱。有才哥还说，有才有才。有才是你爹呀，他说啥你都听。走了，不送了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咋了？你说咋了？咱俩的账还没算清楚了，你说走就走？我告诉你，白大哥，我财二虎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反正我已经对不住眼力了。要啥要挂，你随便吧。你说啥了，大头？咋跟眼力有关系了？我也是个爷们儿，既然咱俩已经那样了，我会对你负责任。那样？咱俩哪样了呀？反正你已经把我给睡了。啥？反正咱俩已经睡了。从今以后。我生是你白大哥的人，死是你白大哥的死人。财大头，你个鳖孙，你去哪儿惯了二两猫尿你了？来我这儿撒野了你？啥叫我把你睡了？啥叫咱俩睡了呀？那天晚上我真喝多了，我啥都记不起来了。你不能老揪住这事不放啊！没完没了的打电话，没完没了全家找我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大头啊，你是不是以为那天晚上咱俩那样了？那都睡一张床了，那不那样还那样啊？真是个蠢货呀你！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我也喝多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是两个人睡到一张床上就一定会那样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咱俩是清清白白，啥事也没有。真的？我骗你弄啥了？我骗你小狗？那你说我还是纯洁了？一纯。穿得可狠。
严丽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有病。